朕宁愿一个人睡，老爷庙的旗杆单打独斗。今儿晚上我一定要让他双宿双飞。刘福，奴才在。既然皇后、丽妃还有云贵人，他一个都挑不上，你去把九州清晏、还有天地一家春、还有所有嫔妃的那些名牌都给我拿来，送到皇上那儿去。我就不信千里挑一，他就挑不出一个可心的满人姑娘来。这。挑一个，不管怎么着，太佛爷那儿，您也得给他个面子不是？再说，您跟太佛爷那都是一家人，他老人家关心您，想让这些嫔妃给您生个皇子公主，那不也是对您担心一片？有一只用五爷扎成的蝈蝈。选入园子里的汉人花，专门进宫伺候皇上的，知道吗？这可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，进了宫他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跟你这乡野村夫有什么出息啊？啊，你再给我嚷嚷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，还不给我滚。别想哥，别想哥。弟弟，弟弟，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他了，林美，我看见林美了，别说了，换上衣服吧。哥，这是林美姑娘给你画的地图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要露馅儿，弄不好大家都没命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死。我要跟林妹在一起，哪怕就待一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哥，20天以后我会坐拉萨的马车回到园子里，到时候你在御膳房门前马车卸菜空地上等我，我带你出园子。好，哥，记住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月海，不是月城，千万千万要小心，性命攸关。我知道。哎，你快走吧，龙珠队要撤出园子了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保重。我少了一个人啊。嗯，不会啊。月城呢？月城跑哪去了？刚才还在，是不是上茅房了？不对，不可能。跑
少掉一个人，这可要杀头的。快去报告大总管，武士队少了个人，快去。是，公公公放心吧。都不许动。公公，一会儿就来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嗯，哎呀，岳长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去了趟茅房。声音怎么变了？啊，我嗓子不太舒服。公公，你看。好好，走了，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走。看见杨公公没有？没有啊。哎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没有。哦。按史料记载，康熙皇帝有150多个儿孙，可谓人丁兴旺，子嗣繁茂。但到了咸丰帝，不要说150多个儿孙，一子难求的他，面对着先皇祖宗的画像，他想象着康熙爷、乾隆爷生几十个儿子的过去，不禁潸然泪下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要想保住皇位，只有让嫔妃们生出儿子才可能。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，真要想生个儿子，对他来说谈何容易。下去吧，朕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启禀万岁爷，别来烦朕。咱一定要去白云观。废话，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奴才知罪，奴才是说大清国列祖列宗都信的是佛教，您这一去白云观，让太佛爷……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先皇乾隆爷还穿过道士的衣服呢。谁说大清国的皇帝只能信佛不能信道？哎呀，走走走。
这你留神加地下。慢着吧，四爷，您坐好了。求子的大多为女子，男人求子心切，并不为多数。施主进官时，眉宇之间带出的分明是祈盼上天神仙保佑，能够多子多福，人丁兴旺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道长？我会不会有儿子？会有几个？施主为什么不问我会不会生女儿？能生几个？这从天上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应当多子多福。以贫道看，有个女儿应该已经出生，应该是年头生的。道长说的极是，我确实养有一女，就在今年年头上。请问道长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为我生儿子？这可说不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位替世主生儿子的女人，她的名字里一定有个兰字。兰字，就这盆花管我们要那么多银子，才不能给他呢。就是个兰花，兰花就是好看呀。赶车呀，要不会赶的话，鞭子嚼牲口吧。哎，你这姑娘你怎么这么说话呀、啊、你？我怎么说话了？这大清白日的，放着挺宽的道不走，偏往人堆里挤，你有毛病啊？都马惊了，你能怨我吗？我不管你什么马惊了不惊了的，你把我们的花脆了。这盆花是我跟姐姐千挑万选才刚买的，你得赔。行了行了，梅儿，不就一盆花吗？这不也挺好的，我看您赶车大哥也不是故意的。还故意的？要是故意的我更饶不了他。拿钱，你今儿非得赔不可，要不然你就跟我见官去。这位姑娘，我给你赔个不是还不行吗？这一盆花能值几个子儿？我今儿是没带钱，我要是带钱，我也不跟你这磨嘴皮子。你说谁呢？谁愿意跟你磨嘴皮子？你没钱没钱，你别赶着马满街招摇啊。瞧你长得肥头大脸的，把你摔来这么小肚鸡肠。行了，看着都不好啊，赶快走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不好的应该是他。拿钱，今儿非得赔不可。没带着，算了。看在姐姐的份上，饶了你。行了，梅儿。皇上，怎么办？皇上。珠子，就该让他赔。瞧他长那样，脸大的跟个盆似的，鼻子上还直冒油。主子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，一点都不香。哎，你看，还有点红呢。
黄老爷，黄老爷，你怎么了？您这是啊？哟，玉佩哪去了？啊，这怎么想？哎，啊，哎，怎么了？兰花啊！兰花！哎呀！